各位三藩市湾区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关心妍。我会在今年的11月4号和5号在中半岛红木城的 Fox Theatre 举行两场的燃亮 Shine 慈善福音演唱会，好期待见到你，同你分享我的音乐和丰盛生命的快乐秘诀，到时见。